米高级公寓来了一只走失的小狗，可爱的外表立刻融化房客们的心。我跟我老公都很爱狗呢。杰克，你这个狗养得很好呢。但是他们对狗狗的积极热心，却让 Jack 起了疑心。到底狗狗最后的下场会不会让人伤心？狗狗该不会已经变成火锅料理了吧？开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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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！敬请锁定原视16频道《米高级公寓》。